世界绘本插画巡回展导览小尖兵，我是四年梅班林芷怡，我是六年蓝班李品怡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幅插画是选自《勇士爸爸去抢姑》这本书，这幅画的绘者是李赞成老师，现为专业画家，热爱山林与油画创作。书中叙述一个家庭从不赞成到赞成爸爸到投诚抢姑，抢姑就是要爬上涂满牛油十层楼高的大柱子，并在鬼门关前把祭品抢下来，并拿下顺风旗。李赞成老师在画中运用了许多绘画技巧，其中近景、中景、远景，让画面看起来更生动、真实。色彩运用了大量的深蓝色，表现出被烟火灯光照亮的黑夜，并以浅色凸显出热闹的台下。生动活泼的色调让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热闹，感觉你就是台下正为选手加油的观众呢。希望你喜欢这幅画，并且在读读《勇士爸爸去抢姑》这本书，可以更了解画作与故事。这是我们的介绍，谢谢聆听。